特别的邀请，那大家都会来参与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传统。当年三山读书会的创立是为了要带动整个社会的学习的一个风气，那各位都是在舒适圈里面，现场都是企业主或是社会的专业精英，那谢谢大家这段时间 的支持。那我也很谢谢黄市长对三山读书的活动，只要是邀请函过去他就跟我回好这样。那局长现在下去接黄市长。在整个活动，这活动其实办起来并不容易，我想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服务团队，让我们掌声来谢谢执行长黄勤立。副执行长李清化，清化来。副执行长 Annie 在哪里？好 ，Annie 在更衣室。然后还有副执行长 Dolly 请到前面来。还有副执行长，哇，很辛苦很辛苦的丽芬。你们知道吗？丽芬到昨天晚上到半夜还在跟我联络呢。还有副执行长明星碧珠。副执行长慧雅，还有没有副执行长在化妆室？还有没有？那个总控，好 ，Amy 来，还有 Tiffany 在哪里？今天的电玩快打那个小公主，通常她服务都会把她家那口子一起带出来。除了这来大家，我想借用大家的双手给我们执行长副执行长一个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了你们往后退好吗？不然我还没有镜头。其实这就是我，你知道吗？虽然看起来有气质，往后退的，再退三步了。再退多一点。那雨楠，你往前，对，往前。那个有一个人呢，我要特别特别的表扬，在我后面，你们都看到很多那个蝴蝶结，手工的，你们认为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做的？男生。这边讲女生，那边讲男生，其中的那个你站起来，让大家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。世华。世华在哪里？世华老师，方世华老师在哪里？他躲起来，我可以代替他。哇！在那边，你要代替。啊，没有，这位是世华的太太，哈哈，所以方世华才不是飞手。那人家世华呢？对，然后他这个布呢，这漂亮布啊，谢谢。黎梅姐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啊，谢谢我们，谢谢黎梅姐。谢谢荣俊老师，谢谢你。十二瓶香槟，谢谢。还有隶属的先生，隶属你在哪里？还有哇，王董来了，王董也在这了，八瓶很棒很棒的白酒，还有一瓶香槟。李梅姐，啊，王董、俊哥，我们一起来到台前。
拍。OK。那今天呢，你的眷属在上面的，请你的先生张医师，谢谢你把情谊借给我们那么久。每天晚上跟他通话的都是我，不是其他男人。OK。那个郭总裁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然后，哎，世华来了，哎，世华，麻烦你站在郑玉旁边。世华，不行，站在我旁边不行，那是不行的。然后令弟叔跟沈顺，对，来，我给你换一下。那我们这次服务团队，哦，我们还有两位，今天很重要，立慧还有立一，今天他是这次这一场的大总管。所有的钱都由他们在管，等一下还有大笔的钱都是他们在管。来，请两位出来，你们的先生也起来。哎，那个林大哥、黑妮姐的，林大哥来，麻烦你们起来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场活动？一场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，要动用的人力非常大。那我们服务团队。在这里跟大家鞠躬，谢谢大家今天光临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合照一张好不好？来，稍微往这边移步就好了，大家小心一点。今天过来。OK， 很好。OK， 微笑笑来呀，来，来大家来呀，来，来比个三九下。OK， 来呀，三。好 ，OK。请大家再热情掌声给我们辛苦的服务团队。我们的市长已经莅临现场，欢迎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黄伟哲市长。